手动桌就是会打比较久，但是我跟我朋友打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手速超快的，就是打一个小时。对，是手动可以打到一个小时，真的是超快，就是摸打摸打摸打，然后就又一直自摸自摸自摸这样。这么舒服的，就我那几个朋友都超会打的。我们的伦哥上线了、啊。Hello， 伦哥。我们的第三季无敌风火轮一个人拿下了三张主赛事的门票。圈圈说，伦哥台湾第一能喝、欸，好像长得比较高的人是不是比较能喝啊？有这个看身高的吗？就是他身体的容量比较大一点，比较多。那这样看我的身材，我可能可以喝一桶啊。他的帽数比较多，比较高的那伦哥应该蛮，伦哥190几公分啊？对啊。Hello， 圈圈。那圈圈有喝吗？圈圈。先说伦哥把他灌醉了。现在看大家就是一起跑上来点，我觉得这边麻将大师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平台，大家是在这边没有什么利害关系。我这边已经说到这边已经自摸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。什么？怎么那么多台？来、啊、了、那个五台六台，是不是？门清一摸三吗？还是碰碰中？他自摸了，我们的威翔自摸了，在我们这边没有看到的时候，威翔的分数，这边自摸三颗中洞啊！哦，自摸三颗中洞，会不会在第四节发生一些变化呢？分数回来了，刚刚还没，对，机子还没暖，马上帮大家更正了，大家不用太过于。